联网思维它本身其中有一点是去中心化，去中心化不是说没有中心，而是每一个人都是中心，因为这个中心的在表象是比较小，所以说每个人的责任特别大的时候它就没有了中心。我们每一个人在整个商业体系里面，或者说一个模式里面，或者说一个行业里面，它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你不懂就不要插手，所以说这样的才能把这个权力放下去，才能真正的成就这个所谓的真心。从品牌商的核心讲了一些价值观的转变，就是我在讲微商业的时候，我说生产思维转化的需求思维，就拿一个酒行业来讲，怎么把这个酒做好做大，然后我们做了很多探讨，我在想就是本身这个白酒它是属于商务人士在用，或者说属于就商业场合聚会啊，我们80后90后他其实在饭桌上面是不怎么拿酒的，一般都是70后或者说是甚至是60后他们才会说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要喝酒，所以说这种其实是等于就是说他在这个消费人群中出现了断层，而白酒就对我们来说我们有一个价值定位，说到底白酒就等于喝醉，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定义，所以说对于白酒的文化和80后90后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而白酒的应用的场景其实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整个就是说如何把生产思维转化成需求思维，然后另外是品牌思维转化成价值观思维。这个的话我就讲一个案例，这个是重庆的一个咖啡厅，首先他把这个东西定位一开始他就作为品牌在做，他能够把这个咖啡馆跟世界杯做结合，然后这也是根据热点，他在转化一种叫做价值观的东西，他不停地跟你输入，就是说我在不停地给你塑造一个形象，或者说给你告诉你哦我是这样的，他不会有人穿着拖鞋光着膀子进到这个咖啡厅，而你在里面的言行举止他就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好的氛围，它就形成了一个口碑营销，口碑营销传播以后就是一种新型的价值观，这是基于社会化网络，就是它做了会员体系、积分体系、游戏环节，不停地在打乱你以前原有的生活节奏，一点点的渗透出去，它通过在互联网去做 CRM， 然后自己的店铺，然后再到微信形成一个消费的闭环。我们接着就是讲这个客户端，他通过微信可以去下单去点菜，可以通过微信去做社交，去做游戏，去做互动，可以做传播，因为我会把网络给布好，就是说我保证了大家的一个网络的需求，他自然就会掏出手机帮我来发朋友圈，哦我今天看到了谁，哦我今天得到什么价值观，我今天看到了哪个好的新闻，所以说这些发朋友圈它其实都是这上面所做出的一些东西的一个基点，你只有达到这些东西一个饱和的时候，我才主动会掏出手机来发我今天在哪里，我和谁小约了一个会，然后所谓的餐厅的服务员、总控、财务、 CRM， 它一切都数据化在运作，他们可以通过微信去点餐，微信点餐本身就是去中心化，可以使顾客真正是成为这个所谓的咖啡厅的主人。我在进这个咖啡厅的时候，或者说我在跟大家，我在办公室，或者说我在休息场合，我就会拿出手机，我在一边聊，哎，你吃什么？然后我就通过这个微信点餐去实现我的需求，我一进去就不需要排队，与客服中心打通。通过 iPad 可以查到店铺的外面这一层和店铺里面的总控和餐饮全部连接在一起，厨师在炒菜的时候它上面就有一个 iPad， 它就可以直接这样数字化去操作，这是订单管理，可以通过一个很好的系统把每天店铺的运作情况给输出来，然后做一个反馈，而这个所谓的归纳就是我后面讲的，我从生产需求到需求思维的转变，就是说我能够从这些数据里面我能够获得我下一道菜或者说我下一道的
研究的菜点在哪里。就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埋头在做一些东西，或者说我自认为它都是建立在自己的认知、生活习惯、环境的基础上去做的一些东西。而我们肯定是要打开这个大门去接触，去知道消费者到底是什么。讲到第四点，就是说是功能思维转向消费思维。可以讲一下就是这个度假村的一个 OTO， 他把一个地产项目做成了一个投资的旅游产品，然后通过互联网的微信、移动小的东西把它结合，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资源整合。他通过以家庭、客栈，然后茶道以及旅游，把电商和传播的东西一直做到底。你会发现就是我进来我什么都不要管，我只要报名我就可以得到一系列的服务。它能够把整合周边的一切，就是客栈、茶叶、旅行社、景点以及农特产、餐饮全部打成一个闭环。我今天做完这个时候，我输出的是一种生活习惯，我今天跑到这边的时候，我说是一种养生的习惯。就是我刚刚也是在讲，就是把品牌思维转化成价值观思维的时候，它因为它把这个东西植入到你的脑袋里面去了，来才是叫品牌。所以说我直接输出的是一种新型的，一种可以颠覆你的价值观，而不是我做的是一个很简单的口号。通过软硬结合，然后通过移动互联网，通过数字化的整合营销，把这个别墅作为一个平台，它不是在卖一个房地产，它是在做一个生活、交友、旅行的一个平台。我发现就是不管是哪一个企业，或者说不管是哪一个互联网创新的东西，它都在讲去中心化，渠道思维转向平台思维。接下来讲的案例是娃哈哈。娃哈哈是铺渠道，是铺到了5-6线城市的，不管到哪里反正都可以找到娃哈哈的水。而他们在接触这个移动互联网或者说新媒体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瓶颈，做了很多尝试，最终他们的东西是这么定位的，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人格体现在那里，一个卡通形象。卡通形象它传递的是一种品牌的理念，它通过给自己的账号去做自定义的一些导航的一些命名，然后把生活以及相关的资料给放进来。因为这种传统的老品牌，它是建立在原有的很多社会基础上面，所以他们更多的定位是做服务以及做体验。因为水本身，你像这种，它也不可能我到网上去，我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去买一瓶水，所以说这个价值的定位，或者说这账号的定位，就定在了品牌和服务上面，我不做任何销售，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做得透一点。不管是去做电子商务，然后还是去做新媒体，还是去做品牌，去做广告，一切归纳的终点一旦产生交易，它就是电子商务。就我们可以看这个数据，我自己认为啊，就自商业自商业最终还是电子商务。天猫最贵的一个人的成本就达到80多了，现在就我一个人进来，说不定我要花到80块钱你才会进来，流量特别的高。再看右边这边，就是说这是成本，就是产品成本和运营成本这边，它有本身产品成本是在30%，营销成本占了这是30%，还有商品，然后办公以及销售各种。就我们在做很多东西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小的平台如何最大的利用到自己，或者说给自己所用。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会把价值给罗列出来，我自我的价值、朋友圈的价值、朋友的价值、产品的价值，以及每个人都是小宇宙如何去中心化。最终就会发现有一个消费行为在不停地在转变，
就是消费行为开始场景化了，他不会专一的去给你去买东西，因为生活随机产生的消费行为。有一个很成功的案例是在美国，他会把这个孩子的尿不湿和啤酒放在一起，因为要这个丈夫出去买尿不湿，他说不定在看世界杯，然后他会不情愿的跑到超市里面去买尿不湿，然后自我反应或自我条件反射的去拎那么一打啤酒。这也是所谓的场景化的需求，就是慢慢的具象化，把随机的消费慢慢的占用自己的主动消费。我在推荐一个产品，或者说别人就我进到这个店铺去买东西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做好了很好的营销，也就是说我们做商家的时候，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把一切有关联的东西要全部绑在一块，然后强度化去让他去不再单一的去购买一个产品。第二点就是以后不会再有人专门去买一个东西。我自己在做电商或者说我自己作为购物者的时候，有可能是我的消费行为，因为这种碎片化时间会让人啊就不停的在这个商业圈或者说转动。所以说一切打的主题就是说我们的商业圈或者说移动微商业，它是慢慢的生活化具象化，就人因为它的主流的需求被打碎了，就碎片化时间太多。就等我打个比方，阅读我们很难静下心来真的去拿着一本书捧着一本书跑到一个角落去阅读一本书，而是更多的去拿着手机在零碎的马桶上面、地铁上面、公交上面去看，这个原理是一样的。第三个就是说以客户为中心来经营是未来的商业。我们不囤的说是要去做大数据的分析，做用户的调研，根据用户的需求去做定制化。就未来我觉得真正是能够做微商业小而美具象化的东西。我上一份工作是从传统企业出来的，传统企业他认为电子商务就是卖货卖产品，没有销量就是有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就算我是做自媒体或者说去做微信公众账号，也是从零开始才到几万十几万。你一个公司去做电商，它没法真的去用销量来平衡这个价值。上面一层就是在死卖货的前提下，就是我在卖服务。卖服务在2013年的时候，大部分的或者说2012年底，大部分的企业都在有这个意识，就是说能够更好的推动用户的体验，用户体验好了，服务做好了，我真的才能够把这个用户沉淀下来，沉淀下来以后才有口碑，才能够赚到下一个5分钱。在做东西的时候，你赚了5分钱，你3分钱要用在别人身上，你才能赚到下一个5分钱。但是很多这种品牌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就是我赚了钱亏了钱他也不在乎这个用户到底是谁。就像我刚刚讲的，应该全中国95%以上的商家，他们从来没有真的调研过我这个商品卖出去这个人是使用者还是传递者。第三个就是再往深一层，就是卖文化。服务做好了才形成了一个品牌文化，品牌文化它是通过服务通过价值观在输出的。就我也在前面讲到，我说白酒它本身的消费者断层、产品的研发断层，然后渠道也是相对断层的。它只有把文化卖出去，把文化做好，产品的文化、潜在的文化和消费者对应的文化相对接，才能真正是把这个东西做好，才能衍生出价值，才能做好自己的品牌。所以现在为什么说社群啊、粉丝经济都会讲到，从品牌经济带到粉丝经济，这是一个比较很难的跨度。很多企业都说我没有粉丝，然后很多人也在说未来10年没有粉丝的企业迟早是死。因为我们知道有粉丝他就是很忠实的用户，
你有了用户，有了粉丝，他会才能真的是把你这个产品自己消费，自己传播，然后生成一个很良性的循环。微商业到底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群人利用社会关系工具一起合作合谋达到的一种互利互惠，然后可以放大的可持续的一种目的。这种互利互惠，我以前有这么一个思路，我站在这里和娃哈哈的董事长去聊东西的时候，我真就反正我觉得我自己矮一截，我的朋友也这么跟我说，他说你应该把这个东西给端正，就是如何合作共赢，就本身是有基础，或者说它本身是价值观是认同的，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平等的，并不是说你身价有几千个亿、几百个亿、十几个亿，我身上有十块钱、一百块钱，我们就谈不下合作。所以在讲了三个案例还有五个点的思维转化，我就总结了，就是在做微商业，不管是去利用互联网思维，还是去做一些产品本身的创新，以及这品牌的传播，它就有五个这样的特性。第一个就是破坏的合理性，我原本在这个商业本质上面，就是产品本身或者说环境上面本身有这个合理的存在，而这个破坏的合理性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大胆的创新。而第二点就传播的裂变性，就是新媒体时代它本身就是一个裂变的过程，我们的传播或者说这个裂变是多渠道、多方向、多属性、多维度的。第三个就是渠道多维性，我不管是谁，你是 2C 也好，还是 2B 也好，还是 2M， 都是我的一个渠道，只要有传播就是渠道。第四个就是用户的消费性，就我会把用户的消费然后用户的需求放到一个提点上面，我去做产品的研究，然后去做营销、做传播。最后一点在讲的就是产品它本身讲的就是迭代性以及体验性。一个产品如果说很好，我就专制极致，用极客精神去把它做好，去做延伸，把服务做出来。如果说产品不好，那么我就可以快速的砍掉。所以你会发现最终会达到一个，就是本身我在做产品或者说这个商品的时候，它的附加价值很大。商品它等于媒体，因为我东西做好了，我这个产品做精了，它放在这里别人就会关注，拿出去别人就会问这是什么。在问的时候，就产品它本身已经具备了媒体属性，在有媒体的属性的时候，它就可以开始说话，它就有话语权，有话语权的时候它就可以讲很多东西。哎，我这东西是有品牌的，我这东西有附加价值的，我的东西是代表一切东西，我的东西代表一部分的东西，价值就开始铺开渠道，越多的人知道，我的舞台越大，媒体转到话语权，话语权到价值，价值形成平台。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说我们都缺乏耐心，就是说我们根本就无法真的细致的去做到认真的去解决一个问题，很难沉下心。北上广这样的浮躁的社会，诱惑力太多，二三线城市创新力不够，所以我们要必须或者说把自己的信心或者说耐心拿出来，才能把这个道路给走下去，要不然的话这个路会很远。